是日本菜拿多一点，都喜欢。但是我认为，个人认为，我觉得中国菜肯定 better than the Japanese food， 比日本菜油腻。油腻，但是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菜系，各种各样的品种，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菜，非常的美味。那你吃过什么样的日本菜？我没吃过，但是我想象的日本菜它做的可能会单一很简单。对，但是蛋对你的身体好，而且肉很少。肉很少。但是哪一个都不会说哪一个比哪一个好，因为都不一样。我觉得。如果你要逐步了解中华民族这个各种八大菜系啊，他们精工自己做，但他们的用的各种调料都会精美精华，就是说每个菜肴里面做的菜都不一样，菜系里面。比如四川菜，它有专门做辣的，啊，还有广东菜，他们不是做辣，对淡，每个地方菜不一样，所以说，中国的菜好多。那也是，虽然我们是小的国家，我们每个地方也不一样的。哦，我是北方的。我也会做好多菜，中国的菜就是说，我是认为，因为我西餐厅我也待过好多啊，西餐厅，我就是认为外国的菜就是够营养，啊，够营养。好吃也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他说到美味啊，他还跟中国不能比的。中国就是每顿菜、每顿菜系做的方法、调料非常的棒。No, no, no, no. Don't play for me.You already played my song. Just the polka. Just the polka. Just the polka. Okay, polka. Okay, the most sophisticated polka we Civilized. Most sophisticated and developed. Lovely.